台湾台南将军乡，40多年前，有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我没见到，我听说，这个人谁说的？是往生老太太的邻居。他是做工的人，在佛光山做工。我在佛光山教书，遇到了，他给我讲这故事。1年前，南部一带没有一人不知道，个个知道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老太太不是上上根人，她对佛法也不是真的很理解。人非常慈悲，非常善良，神佛不分，到处都拜，诚心诚意的拜。3年前，儿子娶了个媳妇。媳妇懂得佛法，就劝婆婆不要到处乱拜。家里面是个佛堂，每天在家里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你这个人有善根，他听话，接受媳妇的劝告，不到外面跑了。家里是个佛堂，天天念佛。拜佛念佛3年，媳妇儿子很孝顺。往生这一天是下午吃完饭的时候，他告诉他儿子媳妇，你们先吃饭，不要等我，他说我去洗个澡，不露风声呢，没人知道啊。真的，他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在佛堂里面念佛，站着走的。儿子媳妇很孝顺，还是等他吃饭，等了很久，怎么没出来？去看看。真的，他换了衣服，在佛堂里面站住，不动，穿着海青。手上拿着念珠，喊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走了。这马上传到这个邻居，什么大家都知道了，大家都来看。他不露风声，是怕他儿子媳妇干扰他。没有人干扰。不要人阻念了，走得多潇洒了。所以台湾南部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有很多，有好榜样啊。这个老太太虽然没有讲经教学，他那个表演比讲经教学的效果还殊胜。一直到今天40多年之后，我们还想着他往生。就像在眼前一样，增长我们的信心人心呢，不是假的。我在美国住旧金山的时候，也有一个老太太坐着往生，盘腿坐在床上，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。那晚上夜晚很长啊，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。到第二天早晨，儿子媳妇孙子发现，
老太子走了，端端庄庄坐在那里，干干净净。把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，通通都做好了，摆在床头。遗嘱也写好了，都放在床上。至少3个月之前知道，要不然哪有时间去准备？每一个人的孝服后事，他通通预备好了，叫你不用操一点心。在美国，平常他是做家事的，从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烧早饭，这一天房门关着的，没起来，没人烧早饭。儿子媳妇感到很惊讶，老太子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推开房门一看，早就走了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旧金山的甘老太太跟他是好朋友，常常在一起念佛，参加佛教一些活动，都没有告诉。怕人干扰，你看，真有把握，说走就走啊！没走之前，厚厚破破，这不是假的。我们要念多长的时间就能往生呢？我讲的这几个都是3年。地仙老和尚早年这个徒弟郭鲁江也是3年。不难呐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你放不下。你要放不下了，那就真难了。万缘放下，一定要学随缘不攀缘。由这个缘来了，看看对自己念佛不产生妨碍，对大众有利益，这事情可以做。如果对念佛产生妨碍，这事情不能做。我是以念佛为第一大事，我求往生，这个重要啊！不能往生，就继续搞六道轮回，轮回的日子不好过。不止我们这一个世间呢，过去有生生世世，给一切众生结的善缘恶缘，很复杂了。所以你这一生当中遇到有人喜欢你，有人赞叹你，有人回报你，有人嫉妒障碍你，什么样人都有。这叫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所以人这一生呢，遇到佛法是大因缘。特别是遇到净土宗，遇到佛法一生不一定能成就，遇到净土这一生决定能成就。不放下可就不行了，遇到等于没遇到。事情与自己不相关的，管它干什么？应当要管的，把念佛管好。其他的别管了。这就对了。
三年往生，说实实在的话，即使是今天你才听到无量寿经，来得及。啊，我们相信往后三年没什么问题。啊，那你三年的功夫取极乐世界，稳稳当当啊！啊，这三年的时间可一天都不能空过，要抓紧。啊，要学古人的好榜样，啊，今人的好样子也不少。啊，去年11月，东北刘淑群居士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，欢喜念佛往生。啊，他的妹妹刘素云在外面讲经教学，也讲了几年了。有一天跟他姐姐叹息，他姐姐问怎么了，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了，如果有个人发心做一个欢喜往生的好样子给大家看，大家就相信了。找不到这个人来做 啊，那么他自己想做又要弘法，他姐姐说了，你弘法重要，我来做。真正发心发这个愿，不到一个月他就往生。啊，刘素云在报告里头说得很详细。他11月往生，好像11月的。15还是16号，他得到一个信息。啊，空中有个声音告诉他，他看不到。告诉他一个数字，2012，112112，就这么一组数字，他把它记下来了。仔细的看，忽然想到，是不是姐姐往生的日期？如果是很近啊，他10几号到这个往生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，1个星期之前得到这么个信息，应该这个数字是2012是年，11是月，11月，21是日期，21号，12是12点钟，啊，他把它写下来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看笑笑，没说话就收起来了，一点都没错，就是那一天。啊，往生之前呢，很多朋友、道友啊，在一块聊天呢，说话了，有笑有说，欢欢喜喜，终点一到。跟大家说再见，我走了，再走了，一分一秒都不差。啊，真正发心了，不到一个月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表法，做样子给大家看。
这也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他的表法给净宗做三个证明。啊，他学佛没多久，才三四年。啊，依靠什么呢？依靠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证明汇集本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依照这个本子可以完成。第二个证明，黄念祖老居士集注是真的。啊，他学经教依靠这个注解。啊，第三个证明就是净空法师专弘这部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为我们三个人做证明。啊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圆满成就了。啊，往生的瑞相稀有啊。